各位菩萨，大家阿弥陀佛。我们已经《金刚经》的解释依无著菩萨解释已经快进入尾声了哈。那我们这边来讲，最主要是要讲到，因为我们前面上一堂课也是在整个介绍为什么哈那个就是我们讲到上求佛地的部分来讲，就是无著菩萨要求菩萨在十地阶位的菩萨。我们讲就是说话要上求佛地的功德。那佛地呢有哪些功德，就是一个我们讲的国土净具足，还有无上见智净具足，还有福自在具足、身具足、语具足，还有心具足。就是我们讲的六项必须要要求具足就是我们讲的要完备哈，那我们就不再解释，因为我们前面也一直在解释，就是就现在来讲，聚焦就新具足的这部分哈，新具足的部分来讲，就是就是又分成六项，就是在念众生的部分，唯念处就是念三种众生是要平等，平等。那唯正觉就是我们讲的菩萨在新具足里面要成就我们的菩提，这个菩提，菩提本身来讲就是无所，我们在经文里面一直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他的自信本身来讲就是菩提的自信，还有这个菩提的解脱本身来讲，就是我们讲的菩提自信就是无所有。无有少法，这本质来讲就是本就是菩提的自信。那另外这部分来讲是解脱相本身来讲，菩提本身来讲就是本身讲是离执取所谓的那个我执跟法执，是离这个所谓的烦恼障跟所执障，这是菩提的意思哈。那另外一个菩提本身来讲，就是我们讲的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四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本身来讲，就是整个来讲菩萨所成就的这个最终极的这个无上大菩提，本身来讲就是佛跟佛是平等，就是无有高下。诸佛的这个所谓的无上大菩提本身来讲，是我们讲的佛佛道同，无有高下。要了解是不是说释迦牟尼佛所成就的大菩提跟其他佛所成就的大菩提有不一样，所以诸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显示诸佛第一义中都是无有高下，这是告诉大家的。所以的那个整个唯正觉就是整个这个上求佛地的部分来讲，就除了前面的念三类的众生平等，另外就是要知道这个要心求这个无上大菩提，这个心要记住。这是所以我们这是让大家能够，这个是唯正觉这部分那第三个是唯施舍大力法，就我们讲的十地菩萨要学习佛，我未来能够所以的像所以的佛能够施舍整个的那个所以的教法就是唯施舍大力法这是我们讲的那个这比较好懂菩萨他一直在渐渐的成就所谓的我们讲的十地的菩萨，就是法云地就是慢慢要学习到佛能够广施舍这个所谓的大教法那另外就是我们讲的第四个本身来讲，摄取法身，就是我们讲的十地菩萨他要一直以见这个真如为主要证这个见真如为主因为见真如才能够真正的修我们讲的去执障，还有得真正的就是我们真正就是我们讲的能够成就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是以成就三十二相来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整个就是在菩萨的实地里面，他最主要就是为摄取法身，就是整个能够跟真如法身真如相应，才能是真正的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那另外的部分来讲，就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就是在我们在不管是在维摩诀经里面啊，都是有这就是我们讲的生死跟涅槃不二。好，生死就是菩萨在不能一直执取这个涅槃，好，不能像所以二圣的圣者哈，他阿罗汉本身来讲以哈无依依涅槃为终极的目标，菩萨不能这样子做，好，就是不住涅槃啊，菩萨不住生死，就是他本身来讲哈，在三界里面他要所谓的利益众生，可是他又所谓的哈不执取。啊，不取这个所谓的他本身来讲所度化众生的这个功德哈，他也不执取哈，以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来布施给所谓的那个哈所谓的众生啊，这些的功德他不执取，就不受哈，也哈就是不因执取这些的功德而成为三界生死的流转哈。就是我们讲的不住生死，那我们这边来讲就是第五个啊，这个哈、啊、最后一个就是以为行住境，就是我们讲的实地的菩萨在日常生活里面行住坐卧里面都是清净的清净行啊，整个第一个本身来讲就是我们就是讲的哈、啊、菩萨的部分来讲啊，行住坐卧本身来讲是威仪行住。好，本身来讲要知道说哈，菩萨本身哈，在哈这是如来若去若来若住若若坐若卧，这本身来讲就是化身如来的化身，本身来讲就是如来有这些化身，有这些的所谓的日常生活的这些的所谓的行为举止，他本身来讲就是他要成就这个所谓的本身来讲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哈化身的哈，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他在印度所有的这些的行住坐卧的举止啊，全部都是哈所谓的威具有庄严的威仪身相哈，这个啊这是我们讲的哈可是要知道的这些的威仪的庄严的身相本身来讲哈本身来讲不离开我们讲的如来本身来讲就是本身来讲就是是法身哈，无所自去无所从来故名如来哈不能以这个所谓的如来的就是化身的日常生活的这些举止哈本身来讲就认为就是如来就是法身哈，那为什么会有哈这个如来的哈这个化身啊，因为我们讲的就是哈、啊，如来本身啊，他化身本身来讲，是为了要他示现声闻相啊，他示现声闻相有这些的日常生活的这些威仪举止啊，本身来讲就是要让我们的声闻圣者哈、啊，能够正知而住，有所学习的榜样。好，所以说是这些的哈，那个所谓的哈，那这些的去来这些的就是示现他有来人间示现他有取涅槃示现他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这些的举止这些让我们知道是他本身来讲就是在威仪上来讲他都是清净的就是要我们要知道的他本身来讲就是在化身佛的行住坐卧完全的清净哈。那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在行住坐卧清净就是我们讲的化身佛哈所示现的这些哈。除了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哈那个这个是我们讲的是他要求菩萨的身形要像化身佛一样啊，行住坐卧这些举止都要非庄严威仪，都要有庄严的威仪，而且这些他要求实地的菩萨，因为这个是上求佛地的部分哈、哦，就是我们讲的要求实地的菩萨在所谓的日常生活里面啊，都要能够所谓的示现出哈、哦，表现出这个所谓的哈、哦、身相的。这些日常生活的这个是所谓的庄严的威仪，清净的威仪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来讲，就是我们讲的啊，那个无著菩萨的部分来讲，为破名色身自在行住。啊，这个就是告诉就是上求佛地的部分来讲，就是要求啊，实地的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啊，在我们讲的在取我们讲的他要取这个所谓的庄严的佛土，啊，这个时候他要这个所谓的不执取，因为破名色身自在，就是说他在对我们讲的哈名声跟色身来讲，他要不执取而能自在。好，他在度化中，因为行住的部分来讲，就是这个上他行住的部分来讲，就是实地的菩萨在日常生活里面行住。实际菩萨如何讲他日常生活里面，就是他在修行的时候，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在所谓的修学，做菩萨的这个实际的功课，这些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他要成就佛果这个时候。然后另外他，因为实际菩萨有两，他的做的功课不离两件事情，一个是示度众生愿，第二个是取证佛果。所以不理这两件事情啊，这个时候他要因为要取证这两件事就是要做这两个功课，所以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能够越来越自在，就是不执取，不会就是我们讲的他一直要成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本身来讲就是我们讲的他有这个所谓的国土。不是说他有他有清净，他有庄严的色身身相。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只取说我有一个庄严的身相，我有一个庄严的报土。这个是我们讲为什么第一个先突破色身的部分。为破我讲的这个色身。因为整个经文里面第一段就是告诉大家的，就是为什么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要一直切割一直到所谓的围城啊，这个就是在对这个所谓的色身相啊，整个菩萨在成就的在一直在做所谓的示度众生愿，还修学佛果，他本身的一些的身相越来越庄严，他的所谓的他的报土，或是说他的所谓的功德，所谓的他的大眷属，或是他的一些所谓的我们讲的那个功德他的报土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不能只取说我有一个庄严的谁的色身，我有一个庄严的菩萨的色身，这是我们讲色身另外一个报土的部分所以他这边来讲就是要去这个所谓的报身跟报土这个主要讲到，因为色身的部分来讲就是有关于色我们本身来讲就是菩萨的庄严身相，另外就是菩萨所成就的这个报土，都是属于色的部分色蕴的部分，因为整个色名声跟色身来讲是讲五蕴就是色的部分来讲，就是身的部分来讲是聚合因为我们讲的身是聚合那我们讲的这个这个是整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在经文里面就是整个来讲就只有两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要成本身来讲就是要随着修学，随着细末方便跟无所见方便，另外后面的是为了要达成无所见方便，所以说本身来讲就是要如何真的成就这无所见方便，所以他本身来讲就是这无所见方便要成就这个相应三昧不分别心。这个时候就是为了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整个是针对怎如何成就无所见方便。就是我们讲的在27页的第二个部分第二行，无所见中入相应三昧时不分别。就是整个来讲就是
整个这段经文就讲两件事情哈。前面的部分来讲，就是成就两个方便，一个是细末方便，另外就是无所见方便啊。细末方便就是啊，拉出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哈，这个哈一直去切割，切割成微尘，这微尘又在切割，一直切割到非常非常的极微啊。这个细我们讲的微尘阿僧祇，就是越来越。越来越非常的非常的极微这些的部分来讲，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哈，本身来讲破一合执，一合执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菩萨自己的色身的合执和一合相执着另外是对他自己的庄严报身报徒的执着就是一合相的部分。好，这样子最主要是知道说这些全部都是合来的整个来讲就像我们讲的设法一样，本身来讲就是我们讲的无常的，会生灭的这都是用来突破我们就是实地菩萨能够对色身本身的色身的庄严身相的执着执取，另外就是对所谓的报身报土的执取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另外的部分来讲就是善现就是须菩提在回答就是甚多这个是我们讲的就是能够做这个所谓的细末方便为什么答甚多因为他就是何以故，若是微尘众实有者就是我们讲的，如果说微尘众真正的实有，佛则不说是微尘众。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般世间人就认为这个极为原子这些非常的极为一般众生就认为是实有。如果真正的实有，那佛干嘛还要说多说一尺因为佛是所以的话那个无上正等正觉，他能够说真实相极为已经有了，就是实有了，世间都这么说了那他佛干嘛还要再说佛如果说就是没有办法凸显出佛是我们讲的有出离世间的智慧就是我们讲的佛则不说是为尘众因为世间已经说了世间的实相，干嘛要再说那为什么佛还要说因为佛说为尘众，就是知道说整个为尘众不是实在的就是非为尘众它不是真正的实在没有一个真实的为尘众这样子来讲为什么要说为尘众，最主要就是破对我们自己色身色身的执着对所以的我们自己有所以的庄有菩萨有这个所谓的庄严的这个所谓的报土的执着这是我们为什么佛要说为尘众因为说佛说世间是最主要是为了要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第一谛所以第一谛来讲就是用这个微尘细末这个方便来突破我们众生对一个色相的执取就是他要带出来的那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这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须菩提又再度说别说这个名声，就是我们讲的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那个有一些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讲的有些众生都会称赞如来，称赞菩萨因为就会有这些，就是我们讲的有在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就是有称赞的声音，有诽谤的声音这些声音都是名声的部分，这是众生世界对菩萨有诽谤，也有所谓的称赞所以这个时候菩萨要观这些的名声就是语言能够无所见就是我们讲的不要去所谓的我们的嫉妒分别
好，所以如来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世界是讲非常多，因为菩萨要实地的菩萨要这样，每一地都要度化非常多的众生哈、哦、啊，这样子是讲三千大千，就是非常多的众生。好、哦，这样子的部分来讲，这个时候他要观这些众生，好、哦，不管批判的非常的恶劣，好、哦，或是说对哈、哦、他对菩萨称赞的非常非常的哈、哦、非常的好哈、哦，这时候你要知道。你能够、用无所见方便来突破它，不再执取、啊、这是则非世界，就是非这个所谓的、真正的所谓的、啊、众生的这个世界、啊、这样子、啊、是故佛说三千大千的众生的世界，因为众生世界这些的、本身来讲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啊、众生都是因为因缘力而缘合而来的。好，那后面整个来讲就要说到怎样子去突破啊，整个的哈，就是我们讲的若众生若世界实有者哈，这本身来讲是讲他的就是合破，最主要是合破这个所谓的名声跟色声二相，好，就是哈，这后面的就是想合破。若世界实有者是显直体，就是我们讲的啊，让我们产生执着的这个所谓的所谓的所缘境啊，这个三，如果是这个是这个世界是讲众生世界，如来说一合相，如来正啊那个这个正破。啊，就是我们讲的如来说哈啊，是一合相啊，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哈、啊，就是我们讲的哈、啊，众生一直执着这个哈 众生，我们讲的众生一直执着他哈、啊，他所说的，因为我们讲的这个世界是这个是三千大千世界，是最主要是讲。哦，众生的这个谁的哈，那个谁的哈，那个知见的部分，众生的认为，众生认识，啊、哦，所以是如果是实有者哈，则是一合相。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哈，如来说这个部分来讲是讲正破，啊，围城世界，围城就前面的啊，最因为这个是属于。在无著菩萨的解释就是合破这个所谓的提出世界哈，本身来讲就是我们讲以世界为主，但是既然前面的围城是破色身的部分哈，那世界是破这个所谓的哈我们讲的哈众生的这个所谓的种种的想法这部分哈，种种的一些知见的部分。因为它本身来讲是讲我们讲的除色蕴的后面的世蕴哈众生的想法，众生的感觉啊，众生的所谓的哈那个行为啊，这个部分行蕴的部分，然后众生的主体的部分哈就是众生的心事的部分哈，整个来讲就是所谓的直体，就是菩萨看到这些哈，所缘的对象，哈，若执啊，围城及世界，如果是实有者，哈，这种都是属于妄想，都是一种一合妄想。因为我们通常来讲，我们认识一样东西，都是从一个总相来看，哈，几乎都我们一般众生都不离开这个部分，看一样东西都是从总相来看，合相，哈。合相、啊、所以我们讲的我们对围城来讲、啊、不管是在怎么样极为都是一个、啊、一个整个来讲一种总观、啊、总观一合，我们讲的它是 不是分割相、啊、世界也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看到别人来别人讲我们什么，我们就看那个众生，就是一合相善现之这个谁的、哦、我们须菩提知道这个名声句，名声句就是我们的心事的部分
啊，众生的心事，啊，还有部分来讲，围城众的部分来讲，就是我们讲的非常多的这些的，我们就是我们讲的，因为是身相，啊，或是非常多的这个啊所关的这个，就是我们好，就是围城众的部分，与多物合成，好。因为民生的部分来讲，就是我们讲的，我们想就是感受，哈、啊，想法、想运、想法，还有行我们的做法，还有我们的我们这个哈、啊、众生的这些主体，啊，那围城众的部分来讲，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它本身所具有的这个谁的庄严身相，或是。或是我们讲的哈，那个菩萨本身来讲的这个所谓的，庄严宝土。等一下，好、啊，这是，因为这在《不说无所菩萨解释》就是这段完全都是讲两执着两个，就是执着围城跟世界，好、啊，那个就是我们讲的怎么样子执着，就是看把它看成一合相的执着执取，好、啊，就是论里面讲二种团取，就是啊为一团取，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哈，世界是属于哈一个啊那个团体。整个来讲，就是对于世界跟围城的团体，就是直取的意思。因为我们团就是整个一把抓的意思哦，团哈。那、啊、我们整个来讲，就是我们看到众生哦，都是看整个就是我们讲的哈那个总相。啊，那个还有另外就是差别团体，就是围城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多。好，差别团体啊，就是因为我们讲的就是，菩萨在观就是在对自己的色身，还有对自己的暴徒，还有另外就是讲菩萨对，因为这个色身的部分来讲啊，有讲的是暴徒跟暴徒跟暴身，那他也可以看到谁的其他菩萨的暴身暴徒，还是有时候他不晓得有没有因为这个色身来讲应该是广阔的意思哈，他也可能看到众生的这个谁的色身的部分。好，如果说所以说来讲哈，那个围城众的部分来讲是说非常多的围城，意思就是他看到非常多差异相，菩萨有菩萨的差异相，众生有众生的差异相，啊，整个来讲就是哈、啊、那个哈、啊、非哈、啊、对这两件，所以的哈、啊、最主要是对色的执取跟对哈、啊、我们讲的众生的这个所谓的哈、啊、想法民生的部分，因为民生聚的部分来讲，就是众生有非常非常的多。他本身来讲哈、啊、有因为所度化的众生非常的多，所以他会这些众生对菩萨会有些会称赞，有些会所谓的哈、啊、诽谤啊，这些诽谤的也非常多种啊，称赞的也会非常多种，所以为什么叫民生聚，围城聚的部围城众的部分来讲也是非常非常多。好，非常非常非常的不是我们讲哈，就是如果说以色身观破色身的部分啊，就是我们讲的菩萨在看到众生的这个色相本身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好，这两者来讲，就是说整个哈菩萨的执取，就是在我们讲的哈是，就是我们讲的对自己的庄严报身的部分，庄严报身跟报土。最主要是这样，还另外就是对众生的所谓的诽谤跟
这个世界来讲，就是我们讲的有情众生的世界想法。好，最主要是这两个。好的，所以菩萨要去在日常生活里面哈啊、在日常生活里面，就是对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这个时候哈、要能够观破，就是观破就是能够不再取这些执着，而且这不取执着要非常的自在，马上就可以看到，马上就可以不执取啊，这个自在就是。哦、自在行住，就是马上就可以有这不会受不会执取，啊啊，为破名色身自在行住，就是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哈、不是他成就的哈、谁的报身报土，这个时候不管人家怎么说哈、怎么样子毁谤哈、不是称赞，都能够不执取。哈，而且都能够非常的，我们讲的这个自在是想我们讲的八地的菩萨能够，我们讲的就是那个无功用的那个部分，就非常的能够显现这个不会执取这些的，不管自己、他人，哈，都不再执取，都能够，所以的我们讲的日常生活能够非常非常的，没有功，不用再特别的加功用型的那个部分。啊，那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要讲到那个哈，佛说，佛言哈，须菩提，后面就是菩萨，须菩提讲到哈，就是菩萨不要再执取这个围城跟随的世界，哈，那佛又哈，后面就佛回答，如来速成，就是佛肯定，哈。而且哈，就是肯定须菩提所说的、所解释的，哈，就是哈，这是如来速成的部分，因为就是如正破一合相，啊，论云非团取，啊，前面的是如来一说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故佛说一合相，啊，这个是让就是。须菩提哈，用佛所说的话，哈，来做这个谁的不执取这个对围城跟世界的这个谁一合相的执取，哈，那这样子，因为要认识到这个围城跟谁的众生的世界本身来讲，哈，本身来讲这些。就不是真正的有实体，一合相本身来讲，就是它本身来讲是无体可没有，不是真正的有这个实体，哈，是则非一合相，是故佛说一合相，就是佛说哈用一合相，因为本身来讲，我们的色相，我们的色身本身来讲是合来的，哈，世界也是合来的。好，好，这样子哈，佛用这个哈能够知道什么叫真正一合相，好，这样子那个才能够知道是故佛说一合相，就是你能够为了要表达这一合相让实地的菩萨能够不要执取，佛所才说这个一合相的道理。那后面的是佛言须菩提这部分来讲，就是佛在佛表示哈，那个须菩提所前面所解释的是正确的，所以如来速成，就是安立第一地，就是安立一合相为第一地，是名一合相，就是能够让。前面的如来说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故佛说一合相，这也是让我们能够知道一合相本身来讲的本身的实在的一合相本身的，我们讲的哈，那个则一合相则非一合相，则非一合相就是安立第一义谛的意思，
因为你知道这个一合相本身来讲就不是真正的一合相，好，让这个一合相能够正确的了解正知这一合相的真实的道理，就是叫做安立第一义谛。好，安立一合相为第一义谛，好，是名一合相。好，一合相本身来讲，因为前面的说一那个说一合相本身来讲，哈，本身来讲也可以说是世俗谛，因为世俗谛把这个色身还有所谓的众生都是用整个来看，因为我们看对方看到自己都是一整，我们讲一整个整体来看的意思，合相就是一整体，好啊，这个一整体来这样看，一合相这样看的话，都是世俗谛这样子做，这是依世俗谛来说是一合相，好啊，真正的意思在第一谛里面就是非一合相。啊，这样子佛才是说了这一合相的道理哈。是故佛说一合相，让众佛为什么会说一合相，就让众生能够随着突破对于我们讲的色身哈，还有对所谓的众生的想法，还有对众生的所谓的感受哈，还有对众生的这些行为哈，这些能够不知取，好，这是为什么佛要说这个一合相，好，那个如来速成善现的所示哈，就是后面的佛言须菩提一合相者都是如来哈表示须菩提的解释是正确的，好，而且又在解释，因为这个实在是不好，这段实在是好难了解哈。因为这整个来讲就是在实地的菩萨来讲，在我们讲的实地菩萨一定要度化众生还有取就是要成就终最终极的所谓的如来的大涅槃果干跟大智慧果，成就佛果，这个时候他要做的事情他还要修行，好，这个时候他不能住在他自己已经成就那么样子庄严身相，他也不能住在他已经成就那么多的所谓的报土功德，好啊，这个时候哈，然后另外就是他已经成就非常非常多的大眷属大住伴，哈，这时候他不能只取这些，好，而且他又不能只取所谓的哈众生给他的所谓的哈那个所谓的称赞，因为这是名声的部分。好，那个哈，他也不能所谓的只取众生非常有一些众生对他的毁谤，好，这个是为什么这边来讲就是要讲到这两个微破名声跟色声的自在行住。好，那我们本身来讲，这如来速成善现所示，就是我们讲的四谛一定有团取。所以我们讲的在世间我们众生，我看到你都是一合相来看，难道吧，不可能没有，我看到你不可能只有看到一个身体的一部分，就是不管说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东西都是取一个整体相，好，就是我们讲四谛本身来讲有这个团有这样子的一合相取，好，在第一谛来讲就是这个这样一合相都是不是真实的，是故彼法不可说。彼法不可说就是那个这边来解释，就是在第一谛中里面没有这个团取。好，就是在第一谛里面这个所谓的色身还有这个是众生的这些感受想法行为还有这些众生的这些主体。这些来讲是在第一谛来讲是没有的。就是无比团体可说。但那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则是不可说，就是无比团体可说，就是这些都是不实在的。但我们凡夫众生贪着取是，我们凡夫众生贪着取是就是我们凡夫一直执取。
就是叫做贪着取舍，要认为是世界是实有的，自己的色相是实有的，然后我们的所缘对就是名声，就是对我们世间人对如果碰到其他的人的批判还有称赞，我们都一直在执取，好，凡夫不知一合相空，所以我们众生对这自己的色身不知道是空啊，都是不知道是这个所谓的合合从业力来的啊，这个都是没有实在性啊，不是真实的实在，我们一直执着这个一合相啊，那我们一直执着所谓的那个所缘的对象啊，所缘的这些世间的众生世界，就是一直执着众生其他人对我们讲什么对我们称赞什么，我们一直在执取这些。好，我们所以这凡夫众生贪着取舍，就是贪就是我们讲的贪就是贪取这些的境界啊，群民强执啊，群民强执就是我们讲的听到自己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有人凡夫众生对这个众生世界来讲听到有人称赞你，你就开始执取，对于有人批判你，你就开始执取，非常不高兴这是我们讲的论引经言论里面才会说这比小而凡夫就我们讲的这个是讲凡夫之人贪着取舍在我们的无著菩萨解释就是讲讲那个论里面无著菩萨解释就是那个就是比小儿凡夫如言说取非第一地这个应该是那个这个在27的第一行，比法不可说，比小儿凡夫如言取，如言说取非第一地，就是我们众生，这是以菩萨实际要上求佛地的部分，来讲因为他本身来讲就佛提醒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在取证佛果的这个时候，绝对要随的不能对我们讲的色蕴跟随的，就是整个来讲是不能对无蕴的执取，而且要能够在行住坐卧的时候，要能够随的不执取，要达到非常的自在。所以我们讲就是无功用行的意思就是马上就能够不执取。这样子那但我们对照我们凡夫众生，我们凡夫众生看到自己的色身，马上就认为我们色身怎么样长得好就非常高兴，长得丑就非常的伤心然后看到别人说我们什么众生世界说我们什么，我们就非常执取就是讲我们凡夫众生群民强执就是我们小儿凡夫，就是我们讲的凡夫众生就像如言说取非第一地所以他不了解什么这个一合相，就他不了解我们这个五蕴色蕴的和不是我们讲的众生世界的和他不了解那另外后面的整个来讲，就是要讲到那个为什么后面整个来讲就要讲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要成就这个无所见方便须菩提若人如是见那个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这段话是整个就是要做这个两个观行。好，这个是好，不分别。好，好，这个时候那个就是哈，那个他佛问须菩提说哈，若人如是言，就是有如果有一个人这么说哈，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佛说哈众生佛说凡夫众生有这个所谓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好，因为佛这么说啊，众生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啊，他就认为哈、啊，这个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就是有，的意思哈、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问须菩提说，这样子的人所说的这段话，这种话到底是正确吗？为正语吗？就是是正确的这个哈就是这段话是正确的吗？那须菩提答当然是不正确的哈，因为就是佛也哈世尊哈，他就回答世尊为什么回答这个人说佛说有众生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如果这么说哈是不正确的哈为什么说不正确，后面就解释哈，那个世尊如来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啊，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段话最主要是要本身来讲是成就无所见方便齁、哦、这是本身是他的意思，无所菩萨的意思就是要成就这个无所见方便，用无所见用无所见方便来所谓的破取执着。这是后面就是而且另外也要解释哈、啊、也要带到的就是要带出这个结欠啊菩萨能够一切法因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如是不生法相。好、啊、他这要带出这段话。我们再解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哈、啊。好，这整个来讲就是做二观时哈，那个这二观的部分来讲，好，那个哈，不分别，不分别就我们讲的无所见方便，好，教路就是整个来讲就是如何能够真正的不分别，如何达到这个所谓无所见方便。好，用这个成就无所见方便才能够突破这个所谓的哈那个执取的部分，住相执取的部分。因为我们讲的名声破名色身的部分来讲，就是住这个五蕴，好，五蕴的这个部分，住这是法相的部分。好，用无所住这样子的方便来破这个五蕴，就是不住法相。好，那如何真正的达到无所见方便？好，这个是我们讲的，就是要能够跟这个谁的相应三昧，就是他这边来讲为教入相应三昧是不分别，是这是无所见方便，在无著菩萨的解释就是还是要修无漏定的意思，还要具备无漏定的意思，教入相应三昧才能够真正的不分别。好，这个不分别，然后就是能够破这个谁的这个我见这些的执取。啊，文里面整个这段来讲，最主要是要讲到第一个初问。初问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佛问须菩提说，佛说众生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众生这样说到底是正确不正确哈。这个是问。是答的部分来讲，就是须菩提答就是不正确。如果佛这么说，众生有我见人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就认为这个所谓的哈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实有。好，这样子的
答是不正确的。后面的部分来讲，就佛速成就是佛再度的哈肯定须菩提所说的哈是啊是正确的，佛也就是正确的答案，哈、哦、那个后面的就是解释，哈、哦、就是如来为什么要说我众生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受持见，为什么要说这个世界，哈、哦、啊为了要后面就是要安置人无我。啊，最早要说这个，所谓人无我跟法无我。啊，为什么要说啊？这个我见、人见、众生见、受持见，就是要安置这两个，人无我跟法无我。好、啊，这是那后面的整个来讲，就是整个要讲到这个是无所见方便，就是如所，就是要讲到这个四个他。在无所菩萨的部分来讲，就是要讲到27页的第二行，无所见中入相业三昧时不分别。好，这个时候，因为不分别就是不执取的意思，不对法执取，啊，不对这个名声跟色身，就不对五蕴的执取，因为一切法整个含摄在五蕴里面。好，那我们整个来讲，第一个就是如所不分别，好，就是如何真正达到不分别啊？那第二个就是哪一些人可以做到不分别啊？哪些对哪些法不分别啊？用什么方便来做不分别？这是要解释这个事项，所以整段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整段那个就是要讲到。如何达到真正的无所见方便，才能够真正的哈这个所谓的无所菩萨所谓为破名色身自在行住哈这样子的哈这样子的标题哈，好，所以整个我想啊，就是菩萨发心，是我们讲的那个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菩萨。就是我们讲的佛又带出另外一句哈，那个佛那个须菩提这个部分，就是经文里面的倒数第二段的后面哈，须菩提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这但是佛所说佛的说话哈。佛本身来讲就是哈表示须菩提所说的是正确的哈，那后面的部分来讲他再度的再解释啊，就是如可以做到这个所谓的无所见方便的这个啊，这种是哪一类的修学者，就是菩萨能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啊，显示何人不分别，就是只有这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才能够做到无所见方便。好，然后于一切法，就是我们讲的菩萨要对要在一切法里面，一切法我们讲的就是五蕴，因为五蕴包括我们五蕴含摄一切法哈，所以他这边来讲是为破名色身，名色身就是讲五蕴。只不过包含五蕴，好，那整个来讲，我们说的，好，我们说的一切法要啊显示合法不分别，就是一切法。我们这边来讲是对整个我跟他，就是除自己菩萨自己跟哈是整个的五蕴，好，能够不分别不执取，好。如是之见，如是信解，就是我们讲的前面说了那么多，都是叫如是之见，好啊，如是信解，好啊，这个是讲不分别的方便，好，如是观察，啊，菩提时哈，入相应三昧时，好。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无所见方便本身来讲，一定要具足某些的，我们讲非常就是我们讲的无漏定的部分，相应三昧。
一定要就是我们讲的他要显现这无所限方便，一定要配合有定的修持，这个定的修持一定要无漏定，就是相应三昧的部分。所以如是观察菩提的时候，要一定要入这个三相应三昧。整个来讲，简单的说来讲，就是能够做到无所见的方便，第一个也一定要所谓的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类的人，一定要发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心。第二个就是说，要对于一切法，要对无蕴，所有的一切法无蕴都要这样子知见。好，然后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我们另外一个解释我们再看一下就还有他特别这边也讲如何什么叫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除了前面所说的这么多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因为要讲下一个题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大家好，我们进入第二堂课。这边来讲就是要就是如何真正达到这个所谓的成就这个无所见方便。无所见方便本身来讲就是入相应三昧时不分别。就是我们讲的它本身来讲要配合所谓的无漏定，因为相应三昧本身来讲是定的修持。本身来讲如果菩萨本身来讲这个定我们讲就是本身来讲就是属于无漏定这个时候才能显现出所谓的不分别。不分别就是我们讲的没有执取的意思那我们整个再来解释这个所谓的为什么佛要说我见为什么佛要说众生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是我们讲的刺破这个说我见这些的执。显示这些能够呈现出对这些的见不分别。就是我们讲的不再执取。怎么显示云何得显示，这是我们讲的须菩提如何显示的部分来讲，就是如来说如来说有我，这边就讲是如外道说我，如来说为我见故。就是如来，就是我们讲一学教派里面都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这个部分。这个是这个我本身来讲，就是在我们佛教的立场来讲，如来指出的就是我见。就是一种我见。这样子我见最主要为什么佛说要立成说他们这个外道有说的这个我是一种我见，最主要是要谁的安置，就是要施设这个法无我，就是要我们讲的要佛要说这个法人无我的这个立场。就是整个这个外道所说的这个我本身来讲是都不正确的。这个是我们讲的为了要安设立要为了要施设这个所谓的人无我这个法义佛才会说这个所谓的外道所说的我全部都是我见。不是因为这个我见是属于真实的。不是因为如来说凡夫众生有我见，就是有这个实有我见，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要说如来提出这个所谓的我们众生所说的我都是属于我见，众生执着这个色身为我，这个都是属于我见这样子说我见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去除对这个
去除对我的执着，好，安置这个所谓的人无我啊。那另外的部分来讲啊，又为说由此我见啊，由此这个我见，好啊，就是有这个我见这个这样子的啊一件事情，这样来说啊，最主要要指出的这个部分来讲，最主要就是法无我，因为有一个有一个我见的这件事情，这个法目啊，又为说由此我见啊，因为佛说众生有这个我见、人见、众生见这个世界，这都是有这些啊。最主要要佛为什么要说这个世界本身来讲啊，就是要突破前面的人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个我见是一个法，或是人见是一个法，众生见这些世界是一个，我们讲的是我们众生的这个执见的部分。所以这个是安置法无我的部分，就是只取有这个法啊，只取有这个这个观念，这种想法，这都是法执的部分啊。那佛为了要破，那后面的部分也是佛为了要破凡夫众生说有我哈啊，这个部分就是要为了要破凡夫众生一直执这个色身有视为我，有一个我啊。那佛说凡夫众生但有执我见，就是执这个执色身为我哈，那个不是指这个色身，离色身有一个我，这全部都是哈，就是但是实际上就是哈，佛施舍了哈，用这个例子用这个佛利用这个凡夫众生持这个我，持色身为我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事情哈，来说这个所谓的哈，实际上是没有真实的我，因为我啊，整个来讲啊，在这个五蕴和合里面啊，就是我众生执我是从五蕴和合而执取的啊，所以没有一个实际的我，实无有我啊，这样来所谓的啊，那个啊，为成立这个人无我的这个真实的道理啊，为了要所谓的哈，讲佛要所谓的教导我们整个我，我们众生执着的色身是我这件事情是虚妄的，不正确的，是颠倒的，所以施舍啊，所以的哈，成立这个所谓人无我的教理。那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凡夫听闻佛说这个有佛说凡夫有我见、人见、众生见这个世界哈，就认为众生有这个世界。啊，执复执佛说有这些见，有这些世界啊，这是法执。因为众生听到佛说众生有这些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啊，我们凡夫众生马上执取认为有一个我见、有一个人见、有一个众生见、有一个受者见这些的观念跟想法。好，这都是属于法执的部分来讲，就是对这个观念想法的执取。好，就是总破凡夫诸见分别，就是认为佛说的这些，佛说凡夫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因为这样执取就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见，有一个实在的人见，有一个实在的众生见，有一个实在的受者见，执取这些啊，做这些的诸见的分别。那佛施设的这个四个见，最主要就是要让大家能够知道哈，这些见全部都是颠倒的，不正确的。显诸见体空，就是这些见都是这些的想法观念都没有一个实体，好，没有一个我的真实我的这些的。从这个所谓的五蕴和合为我的这个这个想法并不是真正的有这个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显诸见体空啊，它本身来讲就是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见，本身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性啊，让大家能够佛说的这四见能够突破这个所谓的人无我跟法无，能够突破对于我的执取跟对法的执取，而能够知道二空哦，说我们说的人无我跟法无我啊，这样子来讲，整个就是说突围破我们讲的名色身自在啊，这因为整个来讲就是要突破这个所谓的五蕴的这个部分。那么那整个来讲就是要进入说哈，因为整个如何达成这无所见方便啊，第一个谁能够呈现说无所见方便，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就是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啊，谁能够呈现就是只有菩萨发成就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修学者。那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对一切法，就是菩萨要对五蕴对我们讲的一切法能够做这样子的哈无所见的观行啊，因如是知哈，什么叫因如是知就是无所见的方便哈，就是因如是知，如是哈，如是见，如是信啊，然后整个如是达到不住法相，这是讲为入这个无所见的方便，就是你要入无所见，一定要这样子正知，这样子正见，这样子的如实的这个信啊，后面就是如实的我们讲的信来讲，就是讲如实的信解，好、啊，这样子真正做到不住我们讲的法相，就是不住这四相，好、啊，这是我们讲的哈，达成无所见的这个无所见方便的这个所谓的哈那个成就哈。那如是知的部分来讲，在无所不萨的部分来讲，为了要所谓的哈解释什么叫相应三昧，因为我们讲的无所见方便，不是说你凡夫众生好像听到之后马上就有，就是他一定要配合定的修持，好，所以他才会讲到说那个哈，自依止舍摩他。我们讲的无所见，知见甚，知见跟信解，啊，信解这部分呢，讲要达到所谓的圣解，好，那个啊，如于中若智，依止舍摩他，是我们讲的这个无所见是。般若智啊，要知道这个我们讲无所智绝对是般若智，无漏智，要依止我们讲的哈那个哈知的部分来讲是什么，它止观的修学，因为它就是要强调无所见本身来讲不是好像什么都没有，它本身来讲要具备某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定的成就，这个无漏定的修学的成就。那什么叫做无漏定修学的成就，就是止观，因为修学无漏定本身来讲就是我们讲的最简单的说就是要修止跟修观啊。那修止的部分来讲就是我们讲的自依止这个舍摩他故知，因为舍摩他是就我们讲的止观的部分啊，他就是修止能够发自这个这样子在解释里面，就修止本身来讲哈，那个止的哈观行本身来讲，又是他本身来讲要升起这个无漏智啊，所以说这个来讲才会就是自依止那个舍摩他，舍摩他就是止的意思。止，而且他呢才能够知众生是怎么样知我们五蕴是怎么样。好，那另外的部分来讲，如是见的部分来讲就是观的部分
啊，这个智就是我们讲的无漏智，不是般若智。这边讲就是无漏智，要依止这个观才能够见，因为观是属于我们就是我们讲的什么他我们讲的毗婆舍那这个观，就观众生的身形，观自觉的身形跟观众生的身形，才说为见。所以整个就是他为了要显现这个相应三昧的解释，就是要跟这个修定有关系。这个定本身来讲，就是我们讲的修学这个定，就是要修学止跟观啊。止观本身来讲，就是我们讲的哈一止，还是我们讲的这两个全部做到的话，就是此二一止三摩提。三摩提就是三昧，才能真正发出这个对于一切法的圣解啊，这是圣解啊。就是两个一定要具备，止观要运作，要能够自在运作，好，这个才能够生圣解。好，那我们整个来讲，在无著菩萨的解释里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持二依止三摩提故圣解。那圣解的部分来讲，真正的圣解哈，就是记录，就是整个我们讲的真正的圣解，就是它本身来讲是根据这个入真观。因为我们讲的你要对一切法能够真正的圣解，一定要见到真观，就是对真如，因为我们讲的真观就是真，对真正的能够见到入真。而这个时候能够对你见到见这个所谓的真如的不颠倒相，你才能够离对世间的执着执取。这个所以说具入真观时，离这个取相转。因为我们一直强调的部分来讲，是你有修学这个止观本身来讲，止观要运作的非常好，就是一止二三摩提，达到这个对一切法的圣解。这样子这个时候这个部分来讲，这个定的修学，就是说你做这个止观这个双行的修操作，这个时候你就是本身一定要入这个，所以我们讲入真观就是见道。因为整个来讲，真观就是对真如真正的能够我们讲清正。好，这样子的时候，好，你就能够真正的离这个所谓的对世间的执取，离取向转，你就不会所谓的一直攀缘世间的这个些的种种相，世间相，受他们的影响，受他们的所谓的哈，就是我们讲的对世，我们讲的取向转，就是我们讲一直在攀缘世间。如果你能够真正的一直实行这个所谓的入真观，因为我们讲的整个实地都是要观真如的部分，入真观，这个时候才能够慢慢的离开所有的一切法这个事相的执取。因为我们讲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是含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一切的一切的相。好，能够对离开这些所有的相，所有色相就是我们讲的全部收摄在这个所谓的事相里面，这样子来讲才说为自在。好，他能，所以我们一直说菩萨这段来讲，最主要就是说菩萨在这个时候一定，我们讲的说他本身定修学的非常好，我们讲就是无漏定的修学非常的好，而且他本身来讲在我们讲的时候，在观行的时候能够依照这个所谓的止观而能够完全离开，好，马上就是能够看到这个所谓的色相，或是听到众生的这个所谓的其他的事欲，好，就是我们讲的听到众生的批评或者称赞，这些能够马上不执取，这个叫自在。
哈、哦，好，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能够达成这个破这个无蕴的这个自在，一定要我们讲的就是要有定的修持，好、哦，这个定的修持还要强调是无漏定，好、哦，无漏就是在止观上的运作能够越来越哈、哦、那个所谓的哈、哦、越来越好，啊、嗯。那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三摩提自在故，就是我们讲的，具入俗观时，哈、哦，且内攀缘，就是我们讲的，你越来越跟真如相应，哈、哦，因为我们整个实地的菩萨在做，就是要能够哈、哦，我们讲的跟实真如相应的时候，然后在世间的部分，哈、哦。由这个所谓的依止这个所谓的止观的操作，好、哦，他在操作止观非常的熟练，好、哦，这个时候就是入俗观的时候，就是他在他的定的修学非常的所谓的熟练，在他的在我们讲俗的部分来讲，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适度众生，因为我们讲的。菩萨不可能在定的时候，在定的境界度化众生哈，就是他强调的就入俗，就是我们讲的他在四度众生的时候，哈，这个时候他能够解内攀缘影像，就是他所看到的境界，内攀缘影像就是他所看到的这个所缘境界，他得成一个圣解，什么圣解？这个圣解就是我们讲的唯识的圣解，唯识观的圣解，因为整个都是所有都是我们讲的唯识无尽，这个圣解都完全是对所显见的都是唯我们讲的都是唯识，好，整个都是我们讲的都是我们讲的，因为解内攀缘嘛，内攀缘就是我们讲的，所有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影像，是我们讲的在，在那个《解生密经》来讲，是所缘为是所现，好、哦，所以说这样子对这样子的事情为是，这样子的哈、哦、那个义理都能够真正的了解，叫圣解。好，对唯识的这种观行，哈，唯识观都能够，相当的了解，叫圣解。好，这个如理解，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能够如这个唯识理，能够真正的哈，了解理解。好，那后面的整个来讲，因为这样子，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才能够真正做到。如是不住法相，好，然后就是正显是无分别，就是好不住，就是无分别，就是对这个事相不再执取，而且这样不再执取，就是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熟练，好，能够不执取这个所谓的对我们讲的名声跟色声，好的不执取，就是正显是无分别，即使观察。就是我们讲的这样子的，从无漏智依止这个什么都是止观的修学，哈、哦，能够整个来讲，不管是在见到真，就是我们讲的在见真如的时候，而且在世俗的这个就我们讲的在世间度化众生的时候，他完全能够。自在的不执取相，离取相转，好、哦，这样子的如是观察，就是入无所见的方便，就是入无所见的方便。第一个就是告诉你说，要知什么样知，就是好、哦，这个时候菩萨本身来讲要修学无漏定的智，好、哦，那后面要修学无漏定的观。然后整个来讲，止观要非常的熟练，操作熟练。好、哦，本身来讲这个时候就是能达到这个所谓的修学的自在。这样自在，
慢慢的能够在观行的时候，好，能够知道自己还有所缘境都是为事，好这样子的为事的这个义理非常非常的清楚明白，叫圣解，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不住法相，不住这个事相的执取，好。所以他这边来讲，最主要告诉大家的哈，菩萨在实地的观行，能够对自己的色身、自己的报土、自己的报身，还有对众生世界的这个部分来讲，就是整个来讲一切法无蕴，因为全部还是在无蕴嘛哈。啊，这样子的这些一切法，能够自在的马上不执取。不会升起这个我执跟法执，因为众这个就是菩萨为什么这个对我们的我们讲的对色身的部分来讲是具生我执的部分，对众生的部分来讲具生法执的部分，因为这全部都是具生，具生我执跟具生法执的部分，能够马上的能够自在，就是不自取的非常的熟练。操作这个止观非常的熟练，好，本身来讲能够达到马上就可以不执取。那后面我们看一下那个那个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能够知道这个法相，就是我们讲的整个法相本身来讲，因为它本身来讲是不住法相，菩萨能够对这个事相能够马上操作的，能够不执取这个事相，那不执取这个事相来讲，就是后面如何指导这个法相哈。我们看无著菩萨的解释哈，就是后面就是整个就是欠菩萨圣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实地菩萨的这个修学者要上求佛圣啊，上求佛圣的部分来讲，就是我们佛本身来讲。对自己的色身报土报身，还有他的所谓的报我们讲的因为佛国有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他本身的整因为他我们讲的他有佛国世界嘛哈，里面有一些大眷属我们讲的他有非常多的大眷属哈，这些本身来讲哈，他不会执取，而且他不会执取是无功用的，不需要还要做一些所谓的修学，马上就不执取，所以这个说明自在，就是他马上就可以马上就可以不执取，这而且的是非常的所谓的无功用，自在而行持说我都能够这样表现，这样子。就是要教导现行菩萨圣人能够要这样子做，因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如个信解，而且信解的后面如何信解，就是知道这个法相，一切就是我们讲一切法非法，因为还是要知道这个法相是什么哈，就我们讲的这个法相本身来讲，这法相本身来讲不是真正的法相。就一切法非法法相法相者就故解所言法相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这个是解释这个整个来讲就是解释这个不共义跟相应义，因为在27页的那个中间这个部分，这段总共就是要整个来讲，就是去显示法相中为什么佛要说这一段是佛整个这个事相假说法相佛说的这些法相本身来讲是本身来讲所言法相，而且这些法相都是假说的法相，如来说为即非法相，就是如来说即非法相，就是我们讲的不共的意思，就是他本身来讲
前面所说的那么多法相，本身来讲不是真正实有，就是不共义啊，不是真正的这个法相都不是真实的，就即非法相。这是我们讲的安立第一谛的意思，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法相都不是真正的第一谛，叫即非法相啊，是名法相。啊，就是我们讲的，你要如实的知道，这就是假施设。啊，施设那么多，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或是种种其他法相，这些都是假说的法相。你要如实的知道这个法相都是施设而来的。啊，是名法相就是相应，跟相应就是跟佛这样说法相要这样子达到契合。知道这些都是假施设的，好，都不能把它认为直取。好，这个，整个就是总算说完了哈，这段来讲真的是很难理解，这个为什么他要说到是为破名名声跟色身自在行住的这个就是无著菩萨讲的，就是上求佛地实地的菩萨要求在心具足里面就是要具备对于这个所谓的一切法相。一切法相就是我们讲的名声跟色身五蕴都能够马上不执取，好，而且这种不执取能够非常的所谓的自在，我们讲的马上就能够随行的表现出来的意思，在菩萨在日常生活这样子的速度众生，或是在所谓的修学佛的功课的时候，就能够不执取对法的执着，对自己庄严庄严报身跟报土的执着。好，这样子总说到这段就结束了哈。那后面我们进行的好，就是我们讲应用那个我们最流行的那个鸠摩罗什版本都有这个所谓的因化非真分哈，那个我们是念一下这个经文哈，那个须菩提哈，这佛说的哈，若有菩萨摩诃萨已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这件事情，如果有一个菩萨摩诃萨用那么多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哈世界七宝来用布施。那另外一个哈，有一类的修学者哈，就有善男子、善女人，他本身来讲是发菩提心，而且就是发菩提心，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此这个对这个般若经典，以此般若波罗蜜多经哈整部经典，或是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的最重要的四句句，能够乃至一句受持读诵为他人说，这样福德非常非常的殊胜，而且这样使得殊胜超过于前面这个布施无量无边的这个所谓的世界七宝哈。那后面的就是那么后面的部分。那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如何佛好，佛又在问道哈，就是云何为人演说而不名为说，是名为说。好，就是云何为人演说而不名为说，这才是真正的说法。因为整个就是这个修学者他本身来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第一个要发心，第二个要对般若经典你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你可以说整部，也可以说到最重要的四句句，乃至最重要的一句，
这样子本身来讲会福德非常非常的超胜，超胜于前面的这个有为布施。哈，那整个最后面最主要要表达什么叫这样子的菩萨怎么样子为他人演说，才会这个福德才会超胜。这个所以他举出这个为人演说到底怎么说才是真正的说法，这样的说法才是真正的超胜，至少要表达这些事情。那这我整个来讲依无着菩萨的解释哈，这个就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最主要要讲到为不染行住。就是在整个就是我们讲的新具足里面的为行住净的部分，第三类，就是在行住坐卧没就是不染，就是在行住坐卧的时候，本身来讲就是清净，没有染着，这个行住本身来讲，这段经文的行住，本身来讲要说到就是为说法不染，那下面的寄送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我们讲的如梦幻泡影是鸠摩罗什的翻译哈。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是那个达摩吉多的翻译哈。一切有为法如心意灯幻入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这是我们讲的达摩吉多是九欲，那我们的鸠摩罗什讲五欲哈，梦幻泡影应该是四欲。好啊，这段是另外一个，就是为流转不染。好，就是这整段来讲，就讲两个为说法不染跟为流转不染。依无着菩萨的解释就是，依无着菩萨要确据哈，他的说法是云何为人演说而不名为说，是名为说，没有连接下去哈，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有一些人解释是依照很多人的解释哈，就是依鸠摩罗什版本，于何为人演说，马上就是说怎么说，就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哈，好像是这么就是说怎么样说的方式，就好像是这个句文为他的回答哈。依无着菩萨不是这么解释，分成两段。那后面的佛说是经也就整个就是法会的结束。法会结束，佛说完了之后，大家这个在座的会场非常的高兴，欢喜信受奉行。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好，那最后一个颂。那后面的部分。后面是无着菩萨的感叹句哈，我们后面才解释好了。这是上求佛地里面在行住净的部分来讲就是整个心哈，菩萨这个实地菩萨的这个心哈，本身在行住坐卧里面，日常生活里面要非常非常的清净。好，那这是第三项，怎么样清净？就是我们讲的，说法不染，还有流转不染。好，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叫做说法不染哈。所以判住的部分来讲，那个这是佛的三业，就是身口意三业，行住都无染。好，这个是无染就净嘛。判住的部分来讲，就是我们讲的哈，那个第一个讲就是威仪行住净，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刚才所解释的名色观破自在行住，第三个是不染行住净，哈，那这是第三个，中里面有讲就是第三个本身来讲所说有两项，就是说法不染跟流转不染，那我们如何解释什么叫说法不染？
说法不然这边来讲，此和所显示哈，为什么会显示到说法不然？而且说法不然，最主要是要讲到说哈，那个已有如是大利益故，因为这是强调如怎么样说法。好，菩萨啊，学会前面是施设大法哈，那这边来讲，讲求的就是菩萨要有我们讲的十地菩萨，最后就是法云地，没有错吧哈？最后就是法云地啊，法云地本身来讲，就是这个时候他在说法，这个时候说法不会所以来讲还非就是我们讲的完全是清净。不会再直取的意思哈，它本身来讲就是说法不然，有如是大利益啊，这样子大利益就是决定要应该要有说法啊，这说法本身这个说法要怎么说，应该要无所染着心的方式来说，叫做说法不然。好，那整个来讲哈，就是说法不然，先用譬喻来说哈，就是我们讲的说法的功德非常非常的殊胜，哈，就是出以这个所谓大师多福来比较，来较量，让大家能够知道，好，未来大家一定要训练自己能够说法哈。就因为说法的功德非常非常的殊胜啊，所以决定要说法，所以我们讲的第十地的菩萨就是法云地。好，那个不如就是即使是菩萨摩诃萨用非常非常多的阿僧祇世界七宝来用布施，所得的功德也非常非常的大，可是这种大比不上这个无染说法福多。好啊，即使是后面的他有解释哈，那个这种菩萨摩诃萨，已满，我们后面来讲哈，那个这个这段经文最主要的哈就是劝导菩萨一定要说法，所以为什么成就最高十地菩萨是法云地？好，欲令诸说法人学佛，以无染心说法。好，这个整个来讲佛要达到这个所谓的佛说法是好，没有染，不会再有，不会生取执取，好，无染心说法，不会不是我们佛陀说法不会说，不会，他不会认为说自己在说法的意思，还有自己是佛在说法。好，那个那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要解释如何为人演说，云何为人演说下，就是能够成就真正的不染，不染说法。我们讲说没有染着的说法，说法相。我们还是再详细的解释一下哈，而且应用到这个《胜天王般若经》来解释这一段。好，就是出举大师多福哈，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法的功德非常非常的超胜，而且他的超胜还比得上这个所谓的哈，菩萨用这个所谓的哈无染心，我们讲前面的菩萨摩诃萨已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实用布施，这种布施是属于无漏心的布施，这种布施的功德也非常非常的大啊，他的大没办法比得上菩萨依止般若波罗蜜多啊，依止般若波罗蜜多受持四句为他人说，就是他后面会讲到这件事情，我们慢慢念就好了哈，因为整个来讲前面的我们讲的信行位的菩萨，信行位的修学者，他在
布施这个所谓的哈无量无边非常多的世界七宝，它还会有住，还有这个所谓的哈我在布施啊，这边的菩萨摩诃萨，用非常多的这个世界七宝来布施，这个是无漏心的布施，这无漏心的布施还比不上我们讲的说法的功德。好，这个是初级大师多福，显不如无染心说法啊。这个说法一定要无染心哈、哦，如果有染心说法就没有办法哈、哦，就不是这边要说的哈、哦。圣天王般若经里面讲的哈、哦，佛自以两种义来解释哈、哦，解释这段啊、哦。第一个就是财施有节。所以我们讲的布施世界七宝，这个布施的东西哈，是有量有边的，有节就是会我们讲就是会有就是我们讲的东，我们叫一切的这些世间的东西都是有限量的，不可能无量无边，是有它的我们讲的哈极限。这法师是无尽无边的，啊，就行施时哈，财施有限，所以因为财施有尽，啊，法师就不啊，法师啊就无啊无量无边无限，所以叫做无尽。好，没有一个是有我们讲的世间的有为法，世间的七宝本身来讲，就是我们讲的一件是有限量的。可是法师就不会，法师是无限量的，啊，那个，施但得世间果报，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哈、啊，那个世界七宝的布施，是属于世间的果报，今虽更得，哈、啊，我们讲的哈、啊，有得这个世间的果报，必怀退失，好、啊，就是说他享受用的这果报，一定会有一天一定会，就是受果报之后就没有了哈，就是必还退失。若以无染心说法的话哈，本身来讲，就是如果说我们用无染心啊，没有就是有用清净的心来说法的话，虽然没有还没得到这个所谓的世间的一手果报，可是。决定当得证谁的大涅槃，所以我们讲的，虽然他还没有得到一手果报，可是我们最相信的决定当得证大菩提，因为说法的功德非常的大哈、哦。本身来讲，他本身啊，让我们能够知道说，他一定决定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啊、得以布施，就是我们讲的哈。哦，我们说法的功德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得到这个一手果报，就是我们讲的智慧，因为说法就是你会说法，就是我们就讲的有智慧。好，这个智慧还是无漏的智慧，无漏的智慧得以布施嘛哈、哦，你的智慧，菩萨的智慧得这个无漏智，怎么可能会失去哈、哦？就得以布施。而且自利利人就可以自利自己的修学，也可以成就众生，永无究竟。所以是说法的功德非常的大，有大利益的这个这是解释。好，那个我们讲的。那个财施的部分是得有量果哈、而且这是我们讲的，让我们能够第一个，这段经文最主要是说，我们要发无上正的正觉心，另外就是要对般若波罗蜜多经典要读诵受持，哈、啊，乃至为他人说，所以我们要知道般若波罗蜜多经典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啊。它本身来讲，说法的功德非常的说法，
那个哈，亲近的说法为他人说，是非我们想这边来讲哈，应该要讲亲近受持、亲近读诵、亲近为他人说，一定要这样讲哈。好，这个福德是非常非常的超胜，这种超胜就是跟前面的来较量，让你能够知道哈，就是财施是得有量果，法施是得无量无边的果。好，而且财施本身来讲，这里有量果就是得欲界细果。这还是讲到说，我们讲的是哈，那个，这本身来讲，我们先念那个哈，因为我们讲的菩萨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这个布施哈，我们有些是我们讲的世间的布施，得欲界细果，得三界细果，这法师就不一样哈，得无量果。本身来讲是得三界细哈，不细果，哈，彼闻皆寂有相财施。因为时间到了，我们这段我们后面才再继续补充来说明哈。今天就报告到这边，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